现在我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德国的手工吉他 Lakewood。 如果你有出差旅行巡演的需要呢，这一把小小的 C32 是你非常不错的选择。它是经典的 M-32CP 的 mini 版本，也是移动演出版本啊。整体 C 的琴型呢，它的体积非常的小，非常的便携，然后附赠了一个 Lakewood 的定制琴包，你可以非常轻松的带着它出去旅行啊、演出啊、巡演啊，都非常的方便。 C 是指筒型，32呢是指 3A 级的 Indian Rosewood 的印度紫檀。它的配置呢基本上是和 M-32 是一样的。我们看一下它的具体配置啊，它的琴头贴面使用的是 Rosewood 的印度紫檀加 Lakewood 的贝壳镶嵌，弦钮使用的是镀金的 Lakewood 的定制弦钮加黑檀的手柄，指板呢使用的是 Ebony 黑檀搭配经典的雪花贝壳镶嵌，琴颈使用的是西班牙柏木，面板和背侧板都使用的是高光亮光漆的设计，面板使用的是 3A 级的欧洲云杉，背侧板使用的是 3A 级的印度紫檀。如果你需要一把高品质的旅行吉他呢， C32 是你非常好的选择。